人性贪嗔造成地球灾难，人民生活痛苦。变人心，守护善念，提升灵性，让善的磁场循环，符合天道人伦，灾难自然远离，爱地球救人心，让地球上一切的生命都能繁荣富足。你修禅以后，内心里面会感觉到这个世界，不只是我们每天所接触的人与人之间，或者人与地、人与事，我们是自然界里面的一小分子。我们人在天地之间都有关系。He can really feel his compassion and love for not just us, but everyone on this earth and everyone in this universe. 禅修，追求人性真善美，世界和平，缔造人间天堂。欢迎您一起加入地球佛国大家庭。